的是来自福建省体校的126号汤佳颖。他在本届二青会之前的比赛是没有进入过前三名的，看看自由操他有一个怎样的表现吧。现在小帆破团两周，落地有大步。逆转1008，四叉跳，四叉180。现在540接前肢360，四叉360，后直720。那他还是比较顺利的完成了自己的比赛。还是中间出现了一些小的失误啊。是的，就是脚底下不是很干净。对。